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一个钝角三角形 ABC 啊，它的边长为连续三个整数，这三个整数我就设成哈、哦、n 减一 ，n 跟 n 加一，中间那个数我设成 n 啊，那比它小一的就是 n 减一嘛，比它大一的话就 n 加一，那这样的话就是三个连续的正整数。他说若最大角是 a， 那最大边一定是 n 加一嘛，所以这是最大角。那么 cosine a 是等于多少？他问这 cosine a 啊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 a 算出来。a 算出来的话，我们晓得哈，任意两边和一定大于第三边嘛，所以我就角找那个最小边的两边和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就2n 哈，减一，这是大于第三边嘛 ，n 加一嘛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知道说哈 ，n 它一定能这边消掉一个嘛。n 一定大于2了，哦 ，n 它一定大于2。那再来，因为它是钝角三角形嘛，所以这个平方等于这两个平方和。哦，如果直角的话就是等于啦。那如果大，如果钝角的话就是这个平方大于这两个平方和。如果这是锐角的话，那么这个平方就小于这两个平方和。那因为这是钝角嘛，所以哈、哦、，n 加一的平方哈、哦。它是大于多少呢？这两边的平方和 n 减一的平方啊，加上呢 n 平方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哈，我就通通把它移过去好了。哦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是n 减一的平方哈，加 n 平方哈，啊，减掉 n 加一的平方，这是小于零的。好，那这两项呢相减哈、哦，就是 n 平方消掉嘛 ，e 平方消掉嘛，那交叉项的话就是这两倍这两倍嘛，所以减掉四倍，就 n 平方减四 n 哈、哦，这是小于零，那就可以晓得 n 减四，这是小于零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、哦，它的 n 的换了 ，n 的话它要小于四啊，它大于。然后呢，这个条件成立，而且这个条件要成立嘛，所以取它的交集，它交集的话呢，一取交集后就是 n 小于四，它大于二，哇，这个呢，这是二嘛，哦，这 n 的话大于二嘛，这个，那四，它跟这个零嘛，四跟零之间嘛，它取共同部分。就这个部分了，小于四大于二，哦，那小于四大于二，它只能等于三了，所以 n 它只能等于三，哦，因为 n 它是正整数。好，那 n 算出来了以后的话，所以这个三角形多少？三减一就是二嘛，二三四，所以这个三角形是二三四。那么 cosA 我就可以算出来了。我就带余弦公式，就是二乘以二乘以三，哦，这二 b c 的啊，它问是二的平方嘛，哦 b 的平方加 c 的平方，啊减掉 a 的平方，哦啊这是四的平方嘛，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是四乘三，那这多少呢？这个是。九嘛哈，加上四，减掉十六，这个等于十三，十三哈减十六等于负三了，这负三嘛，约掉，所以这是四分之负一，所以答案是四分之负一。